越长越漂亮的三大星座，金牛座也上榜，拖了天秤座的后腿。一、天秤座，天秤座的美貌是大家公认的，天生丽质难自弃，他们真正当得起艳冠群芳四个字。正所谓相由心生，他们的心灵也是很美的。这样子善良又漂亮的女孩子，哪个男生抗拒得上呢？二、金牛座，金牛座一直有一颗满满的爱心，走到哪儿都是一个善良的小公主。虽然小的时候不是很出众，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，他们的气质就渐渐显露出来了。金牛座大部分都是越长越吸引人的，有一种独特的韵味在他们身上。三、巨蟹座，巨蟹座的女生是一种细水长流的美貌，让你渐渐沉沦，不管什么时候出现在大家面前都是干干净净的模样，靠气质取胜。而且巨蟹座很顾家哦，是男人们都想娶回家的类型呢。贤妻良母的巨蟹座你喜欢吗？图文来源网络金山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